动听，来迎春峰再一次向各位啊，跟大家来行个礼，鞠个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春峰。春峰的长笛虽然在这一两年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，从不会开始到知道这个音阶，到最后能够吹出一首曲子，我相信这一首哈，我们读国小都知道，拿那个笛子要吹的时候，连哆瑞咪在哪里啊都很难去按到啊。好，这个尹春峰未来能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每一次的音乐会音乐季当中，我们的乡长能够来力邀我们尹春峰来到现场来为各位来演奏。各位，当然今天我们是林希平尹老师。